这是今年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夫妻房车，可以露营，还可以代步和旅居。福特 V362 B 型房车，车长5.34米，车宽2.04米，车高2.46米，普通车位轻松拿捏，无惧限高。车载四人，但是只能睡下两人，就在尾门打开的横床上。两边带拓展还是 ABS 航空吸塑工艺，防霉防潮，易清洗，好打理，是它的优势。整车标配90升的清水，55升的灰水，3000瓦的逆变器，5度电。车上前后左右都带有这样的取电口，而且都带有 USB 接口，就是为了方便给手机充电。这边是厨房区，做好了饭菜可以直接端到卡座上。如果有朋友来，就将副驾驶的座椅旋转过来，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啦。洗澡上厕所在这里，后方固定的双人床，看头顶还有一个天窗，跟爱人躺在这个地方看风景是啥感觉。这台车虽小，储物空间一点也不少，上方一排的吊柜，下方贯通式的储物仓，车上车下都可以拉去洗米。这台车搭载 2.0T 的柴油发动机， 9AT 的纵档变速箱，动力强劲，换挡丝滑，底盘厂家还终身质保，心动了吗？赶紧找我要配置吧。